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哦，你是说我不爱你是吗？你爱过我吗？我怎么不？从小到大，你说是哪一点我对不起你？ 我就问你，如果我和他同时做手术，医生说只能救一个，你救谁啊？我要救儿子。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知道了，从来都不说呀？我想说呀。你每次优先考虑他的感受，不考虑我的时候，我就想说。每次他不管多无理取闹，你都偏向他的时候，我想说。你每一次他管我要房、要钱、要车的时候，你在旁边煽风点火，我都想说。 我就想问你一句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要这样不停地压榨一个你已经放弃掉的女儿？但爸，我能说吗？我真的能说吗？我能控诉一个早就已经放弃掉、我根本不管我死活的父亲吗？我能吗？ 这些年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其实我都知道。当年我考航校的时候，我妈那么支持我，结果呢？你说学费太贵了，供不起。你宁可把钱拿去给关振维挥霍，你都不想帮我一把，这是你吧？你说这么多年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难道还少吗？我数都数不过来。 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会告诉自己说：“关振维太小了，他还不懂事，所以你偏爱他多一点没关系，总有一天你会爱我的。”我等了这么久，结果呢？我等来什么？你那么着急的说救我儿子，你连提都没有提我。你知道我躺在那个病床上。 我听到了那句话，我心里什么感受吗？爸，我是你女儿，你放弃我了，你不要我了，生死关头你把我牺牲掉了，你救护你的本儿。我那一刻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跟死掉了一样一样的，我还不如死了呢。 我这么努力上学，我们那个学员培训练，人家做50个，我做100个。我下来以后，我吐的昏天暗地的，我吐完我继续练，我为了什么？我这么要强，我这么努力，我为什么？我就想我早点能够开飞机当机长，我就是想说自己变得优秀了，你就能喜欢我，对我好一点儿。我特别特别的希望你能够认可我，能够抬起头来看我一眼，说这是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也很棒，这也是我的宝儿。可是你呢？你看我吗？你叫过我一声宝儿吗？我是你的女儿吗？爸，你要知道。 我这么多年，我都在跟关振雷争宠啊！我每次都输。这，你聪明有能力，这些爸爸就不多说了。你比他强多了，那这些你还在乎吗？我当然在乎了。弱的人就一定有理吗？ 我挣的钱就一定要给他花，我结婚就一定要让着他吗？凭什么？就一。
我幸福就有罪了是吗，爸？我是你的女儿，我是人，我身上流的也是你的血，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？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特别特别的傻。 你他妈打我！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你跟你雨晴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 真是想不到你能这么做！你这个父亲怎么当的我们你？一碗水你端不平，你再怎么的，你也不能拉一个踩一个呀！这让雨晴多伤心啊！你良心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他这么孝顺，对你这么好，事事处处都想着你，你为什么这么对待他？你去，你去把雨晴给我找回来！你去，你把雨晴给我找他！你去找回来跟他说。
他的婚姻大事，谁都拦不了他。谁要是有二话，让他找我，啊，他爸不心疼他，他还有妈呢。去呀，你坐这儿干嘛？你懂吗？你去，你聋了？你哑了？你去呀！你给我去呀！哎呦，雨晴啊，你回来了！哎，你可回来了，妈都担心死你了。 你别往心里去，你爸老糊涂了，他说话不算数啊。我回来了就好啊，妈见不着女人都急疯了。妈，你先坐一下吧，我有事说。坐呀。哎，那个刚才我狠狠的骂了你爸了呀，你的婚姻的大事儿，谁也碍不着你。 这是干什么呀？这个卡里有150万，我上学花了70万，现在双倍补上吧。本来想给你们的新房交个首付的，现在你们随意支配吧。还有，每个月的时候，我会往里面打5000块钱，算是给你们赡养的费用。傻孩子，这钱我们不能要，拿回去。哎呀，关雨晴，你干嘛呀？这差不多行了。闭嘴。 钱你们收着吧，就算是两清了，以后什么事儿别找我，找我也不会管的。雨晴，你上哪儿去啊？雨晴，你不能走，妈知道你难受，但是你不能走，要不然妈更难受。关雨晴，你要有什么活，你冲我来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让你闭嘴。银行卡的密码是你的生日。 你们都多保重我。哎，雨晴啊，雨晴，哎呀，你还不快点啊！把雨晴给我追回来！快，雨晴啊，雨晴，哎，你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别担心了啊。你走，我不想见你。妈，你放心吧，那关雨晴她刀子嘴啊，你别担心了，别操心啊，你过两天她想开了，她就回来了啊。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你知道吗？ 吃好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想哭就哭出来，你就当我不存在。 Ah!
明天要带你去个地方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住在这儿的这位老先生是我医学院的一位老师，是国内著名的心理学家。嗯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雨晴，你的工作是高强度岗位，身体素质重要，精神状态同样重要，这关系到你每一次的飞行是不是都能拿出最佳状态。咱们试试看，嗯，不舒服我们就走。清风。郭老师，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我的女朋友关雨晴。啊，您好，老师。欢迎，请坐。知道今天有贵客登门，我也知道二位在外头工作繁忙，身心疲累，我特意燃了其难。谢谢郭老师。请用茶。这个茶好香啊。很欢迎啊，你能到我家里来做客。其实这就是放松身心的第一步。不要紧张，我们就随便聊一聊啊。能够承认自己有心理焦虑的人，比那些拒绝承认的人啊，容易治愈得多。清风，帮助雨晴做出一个最放松自我的姿势，好吗？雨晴，躺在这儿。没事儿。好，请你闭上双眼，非常好。雨晴，你现在可以把你身边的人当作是你的父亲。把身边的人当作父亲，你可以要求父亲做任何事，有什么心里话也可以对他说。我想告诉你，那天吃火锅的时候，我心里有多开心，可以单独和爸爸吃饭，而且还记着我最爱吃什么，我就觉得爸是关心我的，我心里可美了。我以为会是美好的结局，没想到却是痛苦的开始。你又一次为了你的宝儿给我当头一棒，我和清风能走到今天，经历了多少，
您不是不知道，现在在我最需要您的时候，你却再一次把我抛弃了，我的心要多冷。 有多冷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你是又要想跟我说，说这类年纪小不懂事，所以应该得到更多的关心和爱护。 可是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我觉得两个孩子对你来说是一样疼爱的。我也是你的孩子，你不要我，孩子。 需要你的父亲怎么做呢？爸，爸，能跟我道个歉吗？ 孩子，爸爸这件事做错了，爸爸向你道歉。你还有什么话对爸爸说吗？爸，也许你觉得我很幼稚。 很好笑，但是我真的好想，我好想你能够抱抱我，然后跟我说一句：三个孩子里面，你是最爱我的。 爸，妈，心里不好受，出去了。
您是不是还没吃早饭啊？不想吃。桌上有，要吃自个儿吃吧。您怎么病殃殃的？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啊，我给你找药去。不用，我没病，我又找了。行，那起来吃口饭啊，起来吃口东西。爸，您先别睡啊，来，先吃根油条。看这油条炸的金黄金黄的，多好！儿子喂你啊，你都不用坐起来，张张嘴就成啊，好吗？啊。那喝口粥，哎呦，这粥多好，还热着呢。哦，来喝口粥，就一口好吗？好。你要不愿意吃，我也不逼你。那这粥还有油条，我就给你放桌上了。你想吃的时候，你就吃啊。凉了你就叫我，我给你热。爸，我觉着啊，不管关雨婷说了什么，您压根儿就不需要走心。她哪次不是这样啊？您记不记得上高中那会儿？他离家出走，出走的时候还摔门呢，信誓旦旦的，记不记得？结果还是在同学家蹭了三天，灰溜溜的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爸，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啊，没事儿。再说了，你不还有儿子呢吗？儿子陪你。赶紧歇着。有什么你就喊我啊，我就在家待着陪着你。雨晴，看你心情还不错，清风照顾得挺好的。妈给我打电话了。我就知道。他让我劝劝你，可是电话里没说几句他就哭了，说爸呀，在床上躺了一整天不吃不喝，谁劝都没有用。看来这一回爸妈真是害怕了。妈那边我会去跟他说的，爸躺两天就没事了，他有郑雷就够了呀。雨晴，你跟郑雷都要抢救的事情，当时姐一点都不知情。但是现在想一想，你忍了这么多年，心里藏着这么大一个结，肯定特别难受。姐还是不够关心你，对不起。你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这件事情又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有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。我不是妈亲生的，咱爸妈一结婚，左邻右舍都在背后说后妈不好当，有后妈就有后爹。其实啊，咱妈对我特别好。你跟郑雷出生以后，她怕我心里受到委屈、受到冷落，她一直优先照顾我。她从来不肯让我干活，别说洗衣、做饭、做家务了，连厨房都不肯让我多迈一步。可以说，三个孩子里，妈妈把更多的爱给了我。我觉得妈这点做得特别的好，我也特别高兴，你们俩能像亲母女一样。谢谢啊，我就是觉得特别对不起你。妈妈一直冷落你，照顾我，爸那边又偏向于郑雷，你夹在中间，左右受冷落，心里一定委屈。但是这么多年，你从来没有抱怨过，从来都。没什么好抱怨的，
而且，妈对我很好啊，还有你也对我这么好，我有什么好抱怨的呀？你别跟我见外。雨晴，一个女孩子可以坚强，但是不能逞强。姐，其实今天想告诉你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就算你不想跟爸妈说，不想跟清风说，但是你一定要跟我说，姐跟你一起扛。我们是最亲最亲的姐妹，不管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这一点，知道吗？谢谢姐。妈，咱晚上吃什么呀？吃中午剩的。这菜还是昨天晚上剩的呢，这老吃剩菜不好嘛，对身体不好啊，里面有细菌。哎，爸妈，要不咱们点外卖啊？你们想吃什么，我给你们点。算了，我做吧。哎，爸，你歇着啊。你要是嫌外卖不干净，我到楼下馆子给你买，我打包带上来。不用，做顿饭不费事儿。哎，怎么停电了？是不是跳闸了呀？啊，您别动啊，我去看一下。快看！是，从来没碰上过这事儿。走廊怎么没有电呀？咱家怎么没有啊？那别是那个电卡里边欠费吧？谁去看看那个卡里头有钱没有？啊，看看。电卡在哪儿啊？电。哎，老关电卡，我哪知道啊？咱们家从来没停水断过电呢，我也没交过费呀。你来给我照照，快，我这哎、那个那哪儿？照照，我记得雨晴跟我说过，还写个条。哎，你看，放这儿了。你看煤气呀、水呀、电呀、物业费呀、上网费呀，平时都是他交，这是他写的啊。电卡放在厨房第一个抽屉的收纳盒里，每次最少交500块钱。哦，知道了，那我去找电卡去啊。你们别动了，我去交费啊。哎呀，老关呀，老关，你对雨晴那样，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？好好看看吧。爸妈，你们在家等着啊，我去交费去。多少吃点啊，总不吃饭这身体受不了吗？不想吃。行，那一会儿我办完洗了，这些菜我给你搁冰箱，
晚点你们饿了再吃啊。哎呦，哎，爸，怎么了这是？哟，是不是你老毛病又犯了？他这腰老是有问题。哎呀，慢点慢点，去沙发那儿去，那个去把你爸那膏药拿过来。哎，好，我现在去买。哎，不用买，咱们家就有，在电视机柜上啊。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在哪儿啊？哎呀，上面。上面。这边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那边，那边。哦哦。这么多啊？哎呀，你姐各地飞，特意给你爸买的膏药。来，都拿吗？啊，都拿，都拿。我天哪！哎，快点。那个，那上都有写的，你姐给写的说明书。用哪个呀？不是这个，那个。这大的这个。啊、对对对。啊。不是写着呢吗？你看，保质期一年，一贴12小时。哎呀，你姐姐就是细心呀。振雷啊，你去给你爸烧点热水，一会儿热敷一下。啊，热敷是吧？好。对。来，哎，这膏药可管用了，每次贴完了以后，第二天就不疼了，是吧？给你揉揉吗？那我去给你沏点茶吧，啊，哎，别藏了，我都看见了。你要是想女儿啊，你就自己去找她，啊。啊！哎呀，多云去找她去了好几次，怎么劝也劝不动。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咱们家除了你，谁去也劝不动的。你就别这么倔了，你还真要把女儿的心伤透了，还是怎么着？水热了没有啊？妈。哟，儿子。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没上班啊？啊，昨天手术结束的晚，今天上午可以休息半天。你做手术，你又熬夜了吧？多累呀！你那个回去好好休息，你上我这儿干嘛来呀？不是好多天没见您了吗？今天来看看您。妈，这是去那个老店给您买的包子，还有粥，来趁热吃。您坐。哎，我您爱喝的红豆粥。这包子都是热乎的，来，赶快，先热吃。吃不下。吃不下，你就中午一块儿吃。想想上午想去哪儿逛逛，中午我请您吃晋菜。我不配呀，走。妈，那事儿都过去了，我现在都复职了。最近有没有去居委会啊？没资格了。哎，王主任来看过您吗？不用，我现在不能见同事，我已经失去权威性了。我给您泡杯茶吧。
已经到家了，你什么时候到？回去换件衣服，马上就过来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见到雨晴，千万别再吵了，好好说话，行不？啊，明白明白。我是劝他回去转移，跑不起来。师傅，您好，是去机场的吧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来，好，你自己关啊。啊。哎呀，赵磊。